看看新闻网。七号，欧美流行天后凯蒂佩里与拉索尔布拉德的婚姻关系正式宣告终结。27岁的凯蒂佩里与37岁的拉索尔布拉德在2010年秋天结婚，但2011年12月，两人就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请求。2012年年初，两人达成了离婚协议，但根据加利福尼亚州当地法律，双方的婚姻关系必须在提交离婚协议6个月后才能正式解约。而7月17号，两人最后半年的夫妻关系终于到期，同时也意味着两人正式离婚。新娱乐在线综合报道。